什么意思？哎，他敢来？ 大哥，你要去哪儿呢？小仓秀一个，二楼落了一个，五小一个，二号楼一个。OK OK， 我想知道这波他们的指挥是谁。五小跑一楼了。二号楼的有一只。对，二号楼有一只。要搜一下兄弟，没图没假。这波他们战术大错。 哎，小凯，搬箱子后边举标。我操，我脸上啊！我操！死了哈！死！真的，涛姐，那我真不跟你开玩笑，你这个比头盔真的。我一下有一个，阳台有一个，我操！我真不敢，我操，我直接。 马路知道了，还有一个呢。你在追谁啊？右边还有一个。一万颗雷，你能活？我操！哪儿在追我啊？没事，安全，兄弟们，慢慢打。干嘛啊？这个人。怎么说？上面能踩下去不？这里有个人是。 OK， 解放了，往这边，可以往上作战了。没头盔甲啊，说实话。我一模一样，完全就是一样。挂车。这里应该有人了。啊，打到外面去了。我操！我操！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哦，炸倒了！炸倒了！这边脚步。我操，南疆！一打三。哦？哎，怎么全被他杀了？我操，南疆 ，O 不 OK？OK。